Lenson City Hom, Hom Gu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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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nson City Hom。 各位同修，大家好 ，Om Mani Padme Hum。上师好，好，大家吉祥。那今天已经拜完啊，净土忏，阿弥陀佛为主尊的净土忏。明天就是最后一天的拜忏，以药师佛为主尊。啊，本来这一次是药师佛说的回来帮大家治病，啊，拜坛药师忏。那法师问是不是像以前一样啊，多一天啊，多几天啊，一个礼拜，我说不可能啦，最多三天。那最多三天都拜药师忏吗？当然也是可以，但是我就想到我们一般啊，这佛教徒都信仰三宝佛，就是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药师佛，那么就一起来吧，请三佛应心啊，请三佛佛光助照，啊，光明加持，所以我们才有这三佛应心的拜忏法会。那明天是重头戏，明天是最主要的，因为是药师佛，正好药师佛的诞辰，我们做了药师佛的恭贺供养附魔，药师佛啊亲口开口的，否则他们拜了七坛的真佛宝忏啊，又拔杯又怎么样，都没有誓杯。我跟法师讲，你们有杯在说话，没有杯表示无缘。我现在都这样子，我现在问事啦或是什么事情，我都请他们去拔杯，有缘再说。因为我觉得时间很宝贵，我不再像以前那样行事了，我要接有缘的人，我要接有心的人，我要接有慧的人，我要接有福的人，不在这四个条件范围之内，那么等有缘具足再来，因为时间不够了。啊，我不断一直讲时间不够，一定有它的因缘。啊，不再像以前大把时间可以醉茫茫，每天啊这样早上起来，晚上睡觉，一天又一天。啊，时间确实不够，所以呢，我要赶快把握时间做事。我常常讲，我是来做事的，我不是来玩的，我也不是来跟大家一样你争我斗的，你说我是，我说你非的，我是来做事的，不是我说而已，是根本上师二十几年前，1989年，我在生产最后血崩难产，全身血流光，医生宣布两度没救的时候，我灵魂出窍到天上，师尊及时阻止我回去，告诉我要回来做事的。我在天上界看到我要回来做什么事，那么我觉得不可能做得完成顺利完成，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清醒在做，其他人都是迷糊不醒，我一个人的力量很困难。如果没有这个肉身，我相信我可以做得很多很好，可是一旦灵魂啊进到这一个肉体，做不动，就像一个电池进到一样东西里面，只有那个东西在动，在亮，在作用，它发挥不了所有的东西，缺乏电池才能够用的东西全部都作用，所以只有我一个人动没用，所以我就走，我就跑，我就离开，我需要大家都准备齐全了，我再回来喊一声，全部才能够用，才能够动，才能够做，那就不会浪费时间了。一件事情要做，如果只有你一个人在呐喊，其他人不为所动，做不好，做不来，勉强不来，苦死你自己，连最前进的你都打死，你还能做什么？所以要等因缘，等机会，
什么事情都不能勉强的，强求强摘的果不会甜的。时间具足了，因缘具足了，果成熟了，你摘下来来吃才会甜。所以强摘的瓜不甜，强摘的果不熟，也就是这个意思。人是真的要随缘的，他有他的时间，时间不到你硬要怎么样，结局是什么就可以知道。所以呢，既然是这样啊，那药师佛我们庆贺他，那老天佛菩萨都会觉得我很匆忙，何必把自己逼到这个角落呢？每一次都是做完附魔才赶得要死要活到机场去 check in， 然后再进去，不然要么就 check in 好再回来主持法会，法会完了又赶着最后一分钟进关口。不管哪里都一样，现在变成这样子的习惯，带到世界各地都一样，都赶在最后那一刻拼，哇，实在是这个心口都会喘着不得了，都会让自己没得休息。所以药师佛他看我这样，他说哎呀，帮大家治病吧，这个病并不是现在你们呈现在肉体的病，是心灵的病，你们心灵有障碍有压力就会有病。有时候你并没有咳嗽感冒，并没有什么细菌感染，可是你就觉得不想动，不想做，不说话，不吃饭，你说那是什么病？心病。心病要有，心要医，梁山伯祝英台的，是不是相思病啊？要心要医，或是什么事的病，并不是普通的药丸、药粉就可以医疗的。当你心生病了，当你的心感冒了，外在的药物没有用的。每一个人几乎都有心生病的一刻。你看我们外在有病找医生，吃个药就可以把细菌杀掉，可以让我们又重新不必再有那个咳嗽感冒啦、头痛啦、这个痛啦、那个痛。但是心病没有得治疗，就一直搁浅着，一直带着，一直累积着，这个病很重，大家的心灵都快干掉，都快死掉，都不知道，这个外相好像还能动，还能吃，还能走，还能跑，可是你的心已经是很沉重的病者了，外面看不出来，可是里面你已经不想做人了，你已经对人生没有任何的希望了，你对所有的一切都没有兴趣了，你对要做什么事情都是消极的，都是绝望的，都觉得没有意识的，说话跟人交际也没意识，做什么事都没有那一种亮光的光明的这一种期盼，天天都在阴冷黑暗当中。你可以想象，当你一个人每一天都是这样的生活，不要说你的心，你就可以知道你是什么样子的环境的，处在什么样子的时刻状况。所以药师佛希望能够帮大家治病。其实也不是只有药师佛说，紫莲堂去紫莲堂参加法会活动的同修活动的，在每一次你们下楼梯的时候，楼梯的上面会有一副坛卡，以前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手拿净瓶，这几年来是什么？对的。为什么我让大家把药师佛摆在那里？为什么不摆阿弥陀佛？不摆本师释迦牟尼佛，摆药师佛？没有人发问，没有人觉得有什么问题，药师佛和药师佛，还有圣号嘞。那么药师琉璃光如来，大家这样看一眼就走过了。你们有没有想象？以前我有说过，
观世音菩萨手持净品下去的时候，照样要观想观音菩萨的手中的净品流出光明的甘露，在洒向你，在流向你，在加持你。以前有说过，所以要下楼梯不是就这样下去经过了，还要想观音菩萨放光加持你，让你清净的离开这个道场，出去充满了清净光明的身心。上去的时候看到阿弥陀佛、大悲咒、观音菩萨，再来红财神，从上面你就听看到阿弥陀佛，念句阿弥陀佛、观音菩萨、红财神，让你能够得到佛光的铸造，大悲的心情，红财神的欢喜的心情，这样子的红光的铸造，让你各方面都能够圆融圆满，进入到坦诚。这上跟下都有它的意义啊。如果你是只有为爬楼梯上去，下楼梯下来，没有意义。我昨天说过了，我们的密宗行者讲你的意念的，训练你的念头的，所以做什么事都有它的作用在。只要你用心，只要你用心，用下你的念头，你确实会不一样。举一反三，举一反三。有的人说，我怎么那么穷，这么久了还是这么穷，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做什么都还是这么没有钱。我跟他讲，我以前也没钱啊，我现在也没钱啊，但是我以前是自己感觉到没有钱，我以前是为自己来求钱，现在我能够吃得饱就好了，不要饿死就好了，有一顿饭吃就好了，但是我求的是大家的法财的资粮。我右手来左手去，因为我知道这些都是多出来的，你越要留现在的物质的东西，你以后就为了这些东西要不断的每一次又再来。所以我要抛，我要摊开来，我要分解开来，我要把我的资粮全部分散世界各地，我不要只留一点，这样我来世在轮回做事，我会比别人还快，我会社招更多的有缘人来一起聚会做事。懂的人要听得懂，不懂的人听不会懂，这是真实的。所以为什么我这一世跑这么多国家啊，不想去也要去，因为说不定我来世轮回到那一世呢，在那一处呢。所以我这一世既然有这个因缘给我，我要争取，我要把握，我要好好的铺我的路，来世路既然生生世世都要来，那么来时路我要好好的准备好，我要每一世都有佛缘，我要每一世都有佛法，我要每一世都有善知识善缘，我要每一世都有名师指导我，我不要每一世有这个人生了迷迷糊糊的过，只为小几口几个人过。我身上带的钥匙不要只有为我自己的住家开，我要为大家而开。因为既然能得缘能结缘，不是只有一时，是永世的。现在的亲戚朋友不一定就是你以前世的亲戚朋友，很有可能是以前世的冤，是敌，是小人，是仇，所以在你身边才会让你这么多的费神费力费钱。小孩病了，先生太太、父母兄弟姐妹，你再怎么辛苦都要给予他们，这是在还债啊。大债主都在身边都不知道，读书啦，用钱啦，哎呀，打扮啦，电脑啦，用具啦，你再怎么苦穷你都要拼给他们，可是外面真正的让你结功德的你都做不到嘞，大家的家你都做不到嘞，这是真的。所以做人一定要有那份智慧，既然我这一世知道明理了，那么我的来世也希望这一世这样子心灵的富足。所以我心里有病，我一定要求佛菩萨来医，
那么我自己二十几年来确实有得意，那既然药师佛这样跟我讲，好，我真正的走上这一条路，以前我听我说过的就知道，在我还没有皈依，那么我有这个机会参加好和这个我们伯克利附近的一位现在已经过世的成就者，叫陈建明上师，他的一位大弟子在跟人家祈求师人的父母治病，药师佛主尊，我是第一次参加的，朋友就介绍就带我去，就在一个山谷里烧这个藏密的，我什么都不懂，我是站在旁边参观。那他们就不管怎么样啊，准备怎么样啊，烧啊画啊，在念什么，反正我就一直站在旁边，我也不会跟，我也不会念，我也不会看，我只是参观。可是当大家都在供养烧东西的时候，我看到天上一条蓝色的，非常蓝的，蓝到那一种透明的，很通彻的蓝色的龙，龙王就在我的头顶虚空中，我从来没看过那一种蓝色的龙王，非常清楚，跟我点头。那龙王出来怎么会蓝色？我们的印象中龙大部分都是绿色的，绿金色的，怎么会有蓝色？我总觉得好像怪怪的，但是他跟我点头，我当然跟他点头。好，那就结束了。结束了，他的这位大弟子就问大家，你们有没有感应，有没有感觉？大家都说没有，忙着烧火，热都热得不得了了，还有什么感应？忙着把东西赶快丢到火里了，大家都赶快抓着大碗大碗一直在那边撒，那有什么感应？就只有最没事的人最好了，在那边好好静静的，在那边好享受，在那边好好的观看，大家动来动去当然不会有心情。结果他说感应啊，每个都没有，就去七八个，哇，六七个都没有，那我这个是最不够格讲话的人，我在后面说我有啊，你有，你什么都没有念，没有跟大家比手印观想，你会有，人家大家都回头，你是谁啊？看到什么我就讲，因为我也不知道药师佛是什么，他们也没有像我们说挂坛卡给你看，就没有，因为藏密就是弄个紧致木头在那边烧东西的，所以什么都没有，你如何想起这个？以前我从来不知道佛是什么，突然我这样讲，他就很深的这样上下看我，看我就看我，为什么要眼睛这样我都不知道，加强专注的感觉吧，我被他看的心里都毛毛的，是不是我说错了什么？后来人家就跟我讲，如果你是看到蓝色的这么样清澈透明，那就对了，不管是龙王还是药师佛，你能看到这个颜色就对了。而且这位上师是龙王请他来美国弘法的，所以他经龙王邀请，而且是蓝色的龙王请他来的。我说哦，这样子啊，那我就看到那一尊龙王请他来弘法的咯。他们就点头说是，那大概是这个因缘吧。我第一尊就是药师佛，虽然没看过他。那再来，你们也听过我说过，我那时候在这里的小家庭里就开始因缘来了，我这里是没亲没戚的，突然之间不知道从哪里来，每天都有人到我的小公寓家里来问事，他们从哪里知道我，我也不知道，从早到晚都是人，都是人。那么因为这样子呢，都是人，也莫名其妙的就引起了家里的关心，然后我这个妈妈这边的关系，然后呢周师兄他哥哥家他们的关心，觉得好像我好像不对劲，走错路了，走火入魔了。那时候我已经皈依真佛宗了，觉得我怎么样怎么样，你看那时候就已经听闻真佛宗，所以就大家都很关心了，然后哒哒哒哒就常常会来鼓励啦，会来我叫我好好的修这个正信的教啦，叫我好好的念佛的教啦，叫什么就是这样子。因为那时候密宗很少人知道，只要说上密，好像就觉得见不了人的感觉，才叫做密啊，隐秘啊，秘密神秘。那这样子呢，我也很难去解释，
反正不是我要的啊，人家来我们就帮人家，那人家感应了就在介绍人，都是口耳交传的，并没有广告宣传的，都是人家去告诉别人的，一个带一个来。这个时候就引起了周师兄的哥哥嫂嫂啊他们家的注意，然后常常就跟我说，啊，不要这样，小孩子家庭为主了，不要让随便人进来，遇到坏人怎么办啊，反正就讲很多。我说不是我要他们不要来啊，是他们自己来啊。那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帮啊，反正就很自然，手一拍病也好，那一讲话，哎，他问题就解决啊。那时候根本都不要叫人家做功课，对不对？所以才会人那么多啊，现在要叫功课没有人要来问事了。那时候问题就当下解决就是了啦，又不收费，所以每天都排满了，我甚至一天问80几个、90、100，哎，吓死了，你日子怎么过啊？一天才几个小时，就人潮不知道从哪里来，每天就是这么多人，所以呢就闹到最后，实在是影响到周师兄，他坚决的叫我不要再这样做下去，整个家庭的生活都已经不是正常的生活了。从早上他们去上班，我就开始一大堆人，到他们下班，到吃晚饭，到他们睡觉，家里还是这么多人，所以那根本已经不是人过的环境。所以有一天呢，他就跟我大礼拜，啊，我跟你拜，你成佛了，你成佛了，你不必修，你已经成佛了，我认可你成佛了。哎，所以有时候想想，实在很可怜呐，真的。好，我那时候的观念根本我没有想到要成佛，就是好像人家有这种病苦啊，有这样的问题，我们能够有力量帮他就帮他，我没有去想过说要求回报，要求正佛果，都没有，通通没想到这一点。那他们认为我是要成佛，所以才来办这些事。后来到最后呢，我都不知道怎么样让他来支持我，毕竟我们还是中国人，还是传统的家庭啊，都是这样子的，都是先生为主为大，好像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他这样子一直反对，强力反对，就让我很难做，很难为。那我就想怎么样让他接受呢，怎么样他相信呢，怎么样让他支持，不再为难我呢？所以我就想到他鼻子有 hay fever， 他有敏感，鼻敏感，早上就要起来，棉被一打开就开始哈啾哈啾哈啾，一路哈啾到拿药吃，赶快塞进去，每天都这样子哦，哈啾哈啾哈啾，7、8年都这样，吵得不得了。你知道早上棉被一起来就鼻涕就开始流，眼睛就开始痒，很敏感很敏感啊。然后呢，我就想他有这个鼻敏感，好吧，那药师佛，我请药师佛帮助他治这个病，药嘛，药吃药的药一定是治病的，所以就自己想了，因为八大本尊跟金刚心九本尊到底要求哪一个，很自然就想到他生病这鼻病 OK， 请药师佛，所以我就请药师佛帮忙治疗他的鼻病，鼻敏感，每天就想他来，因为你跟他讲叫他修不可能，你跟他讲坐在旁边你不修也不可能，所以就想他的样貌在我的身边啊，想要师佛放光铸造他的鼻子，让他的鼻病能够迅速消除，让他鼻敏感能够迅速消除，这是我个人这样子想，我就开始这样子观想观想观想，然后就回向回向回向，那差不多修了差不多一段时间，我就没有听到他早上起来哈啾哈啾去吃药了，我在等待几天真的没有再听到了，哇，我就很高兴，我就告诉他，哎，你的鼻敏感鼻病啊，我修法回向好了啊，我希望赶快让你感应，然后你就可以支持我，不反对我，不会说我修了这个法是邪法，我皈依的师父是邪师了。哇，我一直跟他讲，他想一想好像对哦，这几天没有哈啾就没有去拿鼻敏感的药，好像是哦，差不多1、2个礼拜，他想一想对哦，好像这几个礼拜是这样，哎呀，巧合啦，正好花粉不强啦，所以我没有敏感啦，就讲这种话啊。如果你说是那个佛菩萨依我，你为什么不早一点讲，要马后炮呢？等我好了才讲啊。
他这样讲也对啊，对不对？那时候我是一时想起来，并没有跟他公开讲啊。我也想想也对，我说这样子好了，你的背后有两个脂肪瘤，像鸡蛋一样大，医生叫你开刀，你不敢开刀，因为有人说开了又会来，开了又会来，所以你不想，你不愿意，你不敢开，我们就来堵那两个脂肪瘤。我说我就修真佛秘法，回向给你那个瘤，不开刀就会消除，会消减。如果真的消了，如果化小了，你从此以后一定要支持我，一定要扶持我，一定不要干扰我，一定要对我怎么样？我就这样讲。他说好。如果真的不要开刀，你所谓的修法就能够减小，就能够没有？开玩笑，这世界上的众生，我一定肯定支持你，啊！哇，他讲的这样子，我就信心就起来了。哇，好，我就每天就跪在药师佛前面。我本来开始是坐着修了，修到最后自己心里没有主，好像虚虚的，真的会消吗？对不对？真的吗？哇，这关于我未来一生呢，对不对？他如果不支持，那就已经结束了。如果不灵感，这关于我未来，所以用坐着修，修到最后好像自己觉得虚虚的，就开始用跪，用立着跪，要跪下来，哇，什么都来了，还哭到最后都趴在地上修，哎。哇，这下子不消我就完了，可是又不敢问他你消得怎么样了，反正就是一直修一直修，本来修一坛两坛三坛五坛七坛，修到十四坛二十一坛，就为了他那个瘤一定要消。哇，一直修一直修，修到不晓得多久，自己不也不敢问，到有一天故意从他后面走过，用这个手肘 去摸一下 K 一下，普通那个瘤很大嘛，穿衣服紧一点就露出来嘛，一箍嘛，所以，哎，好像没有，一边好像没有了，那一边还有一点点，哇，这下子就叫起来了，手上拿的东西都丢出去了，好像中大奖那样，哇，众生有望了啊，我有希望了，哇，这个法有望了，这个道场有望了，一直不在叫什么。他说你在干嘛，你发疯了，我说你摸摸看，你摸摸看，你后面一个不见了，一个还剩一点。他自己真的已经习惯了那么多年，很容易就摸到，那一天他怎么摸都摸不到的时候，他自己都吓一跳，他就坐在那里不讲话。就一直待着坐在那里不说话，不知道说什么。还真的咧，你来玩真的，怎么我又没有被你碰，我又没有在你身边，你也没有在我这里做什么，怎么就会这样突然之间一个脂肪瘤这么硬会不见？哦，他自己就待在那里不敢讲话了。哇，这个时候你不知道我是什么样貌吗？我那时候如果有照自拍手机一定拍下来那个样子，人得意的时候什么样子。哇，好高兴啊，真的好高兴，好开心啊，哇，那种信心。所以我看那些退的同门或是不知道的信众，哎呀，可怜他们，真的，他们为什么会退，为什么会无知啊，批评这个批评那个，自以为是，哎呀，真是可怜，真是可悲，真是可叹啊。我就真的从那时候就开始了，哇，门就真正的打开来了，那不怕人家有一双窥视的眼睛，有一个等待大骂的嘴巴，哇，那种心情，哇，就打开来了，哇，就是从药师佛开始的，这是我以前常常讲的例子，所以我就很感恩，很感恩药师佛，药师佛的力量帮了我，把这样人生显现出来的情况能够改变改善，取得人们的信心、兴趣、证明，那就可以做事了。所以这个药师佛到现在还是照样这么感应。这一次，明天，我们做这样子的一个治病大会，真的，刚刚师姨有说，真的有心还是有时间。七遍的经，1080遍的咒跟佛号，从一个晚上到第二天，
第一天没有话讲金刚忏，因为已经来参加了，有的不知道以前的功课，知道了没时间做，没心做。但是今天的净土忏，昨天晚上到今天的两点，如果真要做，真的可以做得完。甚至于明天的药师忏，今天晚上结束到明天下午的两点，真的有大把时间。念快一点，你不管你明不明白，但是你念快一点，你真的经拿来，你不知道什么意思，知道已经成佛了啦，所以你也不必知道了，你只要念就好了。你这样子，我告诉大家，我那时候念经我也看不懂，但是我开始是怎么念，我用我的手指头或是拿一支笔，因为我看第一排 会找不到第二排的，那个字很难看，而且每一排，所以我会用我的手指或是用我的笔，我就这样画一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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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时候在赶的时候是这样，为了要累积几遍几遍，我没有办法嘴巴念，我是用行我这样三两下这一篇完，表示我每一条都有去看啊，只是我不了解他的意思啊。现在业障重啊，所以我才来拜忏宵夜啊。我只要敢啊，我表示我有在做，老天也知道我现在因缘不具足，业障重，智慧不到，所以我没办法全部都明白。然后这样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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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夜哒哒哒哒哒哒一夜啊，业障重啊，就这样子。但是我做了这个动作了，我这个动作我做了，我坐在那里有在念的，只是有念不明白。我如果跟你们一样每一个字在念，我还是照样不明白。所以表示这个功课我有应付，我有在做。再来就是要消业，业障消了，你不会念，你没念过，像慧能六祖他根本不识字，你叫他怎么念？可是有人讲了，他有智慧，他就听得懂，他就明白了，他就开悟了，他就知道这一本经在讲什么。不是只有念就好，不是只有念就好。所以这整个来讲，叫你做什么，你就是要做什么。精跟不精，那是未来。就好像我们看书，看这些佛书，我们一定会有看到哪一篇、哪一章、哪一节不懂。像我自己看书，我看到哪一节不懂，我会把它做记号。我等有时间再回来，我会好好研究那一节，为什么我不懂？我去参考资料，但是原则上我都比较少参考资料，因为万一别人不懂，我不是也一样不懂下去吗？我很怕没有真正开悟的人误导我，这是真的。我好像比较执着这一方面，我要靠我自己本来的觉性起来。所以我一旦我看不懂这些经典，我不会急于求要知道这个意思，我要去从实验当中、实践当中我去修去做的时候，然后那一点在我的心里一个问题的时候，那时候会迎刃而解。为什么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我不懂这意思，但是我在实念当中、实验当中，实际在帮大家当中，就会明白了。很多时候是这样，如果你遇到别人的解释，拿他人的东西来这样做，这样子的继续的解释，他不懂，你就跟着也误导下去，也不懂。所以我对于这种不懂的东西，我个人比较会觉得说小心一点，就是这样。如果那个人不让我觉得他真的有实力，真正的有实际的修为，他真正的说到做到，而不是就嘴巴说，我是会比较保留的。我个人要求比较高，因为我再回到这世上，我不是来玩的，来混的，我是来做事的。那么既然我来做事，我就真正要把这个事情从没有推展到有，希望从大家不懂推展到懂。所以我自己不实验，我怎么会知道？我自己怎
不做我怎么会知道这做的过程是会遇到什么？所以我对于经典是这样，但是叫你读你就读就是了。就好像妙行说金刚经看不懂，你看懂就不会在这里了啦，是不是？这很简单嘛，金刚经有几个像慧能六祖一听就明白的，这就是障碍啊，这是讲空性的智慧啊。这一部经里面就是讲空性啊。他说为什么讲有又没有，没有又有，到底在玩什么？我说老人痴呆症是不是？是不是？那老人痴呆症是不是呢？好像是哦，释迦牟尼佛老了，讲话有又没有，没有又有。去好好想，本来人生都是这样，空即是色，色即是空，本来没有，到最后去追求有，就有了，有了到最后时间到了，要走了就没有了，那就是那么一回事啊。你看，你们还没有生出来以前是什么？都没有啊。结果生出来以后就开始哇哇哇喝奶，然后就长大就读书，然后就玩具就衣服就上课，然后 就交朋友，然后就遇到什么什么，然后就开始成长，考试成绩读书什么都来，然后就开始要交朋友，就要恋爱，就喜欢这个要那个，然后就开始来了，哦，就年纪一直增加了，然后就结婚，然后就做事业，就要这个房地产、房子、汽车都来了，然后到了最后生病，然后老，然后要就什么也都没有力量，然后都就死了，就拜拜了，是不是这样子？都一样啊，不管是哪一种族的人都一样啊，都是这样啊。本来你不来以前都没有啊，你来了以后制造有，那你时间到了又全部放下又没有。释迦牟尼佛就是要教这个道理啦，他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啦，人们人类就是这样子啦，到底你们要什么，到底你们追求什么，那灵魂如果没有一个地方去的话，永远就是这样子周而复始，就是这样一世又一世一直来做同样的事情，烦恼同样的问题，追求同样的要求。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这一点，有智慧的人他就了解，没有智慧经验的人怎么看都不了解。他在告诉我们这个智慧啦，本来的智慧啦。好，所以这个你要了解到你不会在这里的啦，所以现在从不会开始就赶快，就照我所讲的，对不对？在哪里？恰恰恰恰恰，我很快恰恰恰，然后到最后变成不要恰恰，痛好了，痛好了。你不要以为我是在做玩笑的工作，我以前也讲过，当我还没有接触这方面的宗教的时候，晚上做梦，梦到一个灵界的众生来要求我超度，他说他是被人家谋财害命的，他希望我超度，我跟他讲我不会，你去找法师。他说你有力量，我说我没有力量，吵了三天来跟我梦中一直要求我超度，到了第四天他叫我，我说我不会，他说叫我拿一张纸，好，拿一张纸，那时候叫我写一张白纸，然后就写他的名字芝灵，啊，灵位就安息吧，只要这样讲他就会超生了。会有这么简单吗？在我们的印象中佛教的法师就像刚刚这样又翘又打又拜的，那就这样安息吧，安息吧，就可以安息啊。所以他讲他的我才不信呢。后来到了最后吵了三天让我不能睡觉，第四天我想哎呀还要再来我怎么受得了，奇怪哦，那时候竟然不怕鬼耶，你知道说哎呀要再来怎么办呢，他竟然就讲啊，我们就不如试试看吧，就拿一张白纸就写他的名字，我名字还记得，他叫朱大友，哇，朱大友，不是姓，不是，是不是那个 pig 的猪了哈，是那个猪，很大的大，有没有的有，朱大友之灵安息吧，朱大友之灵安息吧，我就拿着他写的，在我们的屋子的角落，朱大友之灵安息吧，朱大友这一直念，好像神经病，又怕人家看到，朱大友之灵安息吧，朱大友之灵安息吧，朱大友之灵安息吧。对不对？念快一点，念快一点，做到这样，我也不知道念多久。不像我们现在说念七遍、念三遍，还有一个数字，他没有讲过要念多久啊。所以我就一直念，祝大有之灵安息吧，祝大有之灵安息吧。觉得自己好像念很多了，就拿着那个什么，那个 lighter，
当啪一下子就不见了，这张纸都还没有看到它怎么烧，就这样砰整张不见了，吓我一跳，怎么不见了？然后就回去了，回去等于是交代了。晚上睡觉他又来，哎呀，气死我了！不是玩我吗？让我花了一个多钟头站在角落像傻瓜一样。我说你又来，他说，哎，不是不是，对不起，我不是来跟你讨超度的，我已经超度了，我已经今天走了，我只是来谢谢你，我被魔财害命的钱，好来送给你。我说不要不要不要，你不要再出现就好了，你不要再出现了，我不要这些，我不要这些，你赶快走，你赶快走，然后他就走了。事隔两个礼拜，就遇到一个人，我就跟他讲起我这个梦，哦，有这个鬼，这个人说你来我家，我给你，他就给了我一本往生咒，所以我这个命中第一个是遇到一座庙里千手千眼叫我念大悲咒，然后再来就是往生咒，所以我大悲咒跟往生咒阴跟阳这两个咒永远伴随着我，所以我就念往生咒带回家那一本小本子，我记得那个小本子还不大嘞，那时候差不多只有四分之一这么小本，那我很难看，那个字不知道什么字，又不是这个白话文，好难看，打开我都不认识字，我中国人都不认识了，你看看，所以我就把它丢在钢琴上面，这样拿回来两个礼拜，晚上来了一个金头发的美国女的要求我超度，我说，哈哈，你怎么知道？他说你帮那个朱大友超度，我说哎呀，你们怎么都知道？为什么你们会知道我做这个事？他说我们知道啊，朱大友超度啥被超生啊，所以我们希望你超度。我就跟那个外国女的讲，我不会，我真的跟你们讲我不会。他说你会你会，我说我不会，再来你会我会你不会，这样子吵来吵去，吵到最后他说你有一本往生咒，你念往生咒给我，我就会被超度了。我说往生咒什么往生咒，他说你朋友给你的在钢琴上面，我说什么连我钢琴上面什么你都知道，哎呀，那没办法就救起来了，起来以后就搭了一个椅子就坐在地上，就把那本往生咒打开，那就像这样，那时候是要念无啊，就像无啊，有无的无，我就念南无，南无，应该是念南无，我就南无，这样子在念，南无阿弥陀佛，婆婆婆，耶，好像那个字哈，不像现在这个白文字很好念，那时候那个字好难念，啊，多。哦，反正就是这样，念一句念了很久，到了最后念了十几遍了，还是一样这么慢，啊，我眼睛就累了，啊，我就稍微眼睛闭起来，啊，我就看到稍微眼睛闭起来，哇，一大堆的幽灵，比你们今天晚上还多出几百倍啊，在一个山谷上，满篇山谷，哇，跪在那里，每个都跪在那里，然后为什么？他们在干嘛？在等待我念南无阿弥，那我动作很慢，所以就像吐烟圈那样，那吐出来，我就光圈出去，那就有一个灵就接到，接到他就离开了，然后我就在念南无，又出去，然后他又接了，我想满山遍谷跪到什么时候？哇，我那时候就看着大家跪很酸痛哎，我们跪过，我们知道啊。哇，那要等到什么时候？能不能我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也，唰唰唰唰唰唰唰就出去了，啊，噗噗噗噗一直出去呢，一个念头，啪，马上就真的这样做。所以我知道，说我这个念头可以这样配合，这个就出去了。我还不会念呢，可是我的嘴巴已经不需要照着我眼睛看了。你本来就有修为。本来就有因缘，并不是你现在看就会有力量，你不如把它放下来，随着你的本性自如，你本来的修为自己出去，所以我说不要担心，你不必一定要怎么样，你会显现出来智慧的，因为每个人都是原本的清净来的，佛为佛性来的，不必担心，不必担心一时。
你如果会念，念得非常的好听，但是你没有力量去变化，没有用。那时候我这样子看这么多灵，我只想象大家都接到，不要跪那么久，那么辛苦，能不能很多每个人同时都接到，啪啪啪啪啪啪，就随着你的意念就出去了。然后声音就变成很快，那么阿弥陀佛多大个个，一直念出去了。那么阿弥陀佛多大个个，多大呀，多大，不知道念什么。我想，哎，怎么我会有这种声音呢？哦，眼睛看再看两个字，他已经念完了。哎，怎么那么快？我念那已经念完了，沙伯赫说哈，已经嘴巴念完了，那速度多快？所以不是用你人为的思考可以思考这些事情的。你真的没有遇过，你真的不知道。所以如果你们愿意回去还有时间，而且是说七遍，再跟你们透露应该要有的观想。你一坐下来，像你们今天你们看到目前前后左右的人群了，一两百个人，啪，你就观想前后左右一两百个人，每个都化成你的脸孔，你嘴巴一念就是两百个人在念，两千个人在念，两万个人在念，你知道吗？你念的有多有力量吗？不是只有你一个，永远只有你想你力量就很小。你想大家大家大家每一个人人人，你力量就大。这样明白吗？你为什么穷？你是密宗的弟子，你命运没有改变，你的行为言语没有改变，这是你个人的心态。钱拿过来，你数的时候不是就手上这几张，你马上数一叠一整叠，啪啪啪啪啪，很多很多出来。每天装口袋只有几张，你想一大叠，一个包包都是，一箱一箱的多少，你看看。你常常想那种念头，一定会有机会来的，十方都来。但是你没有这样子想啊，就是这样啊，苦就是苦啊，病就是病啊，痛就是痛啊，气就气啊，就是气坏你这一个人了、啊。你穷还是穷，还是这一个人了、啊，苦还是苦你自己啊。所以这个修法很多的秘诀口诀是要靠个人去想象。所以明天，好，我前面我没有办法要求，但是明天这个治病啊，最好是真的有念啊，有念的人先走到我前面来治病。好，我这一次请来一个印，前面这个印是连生勒令啊，敕令招财进宝纲，好，盖这个章。是帮助你增加福分的这个章，但是这个印呢，上面写日月星，太阳、月亮、星星，日月星的光明。这个光只要是盖在你痛的地方，你那个痛因为得到日光、月光、星光三光的光明进去，这个地方就产生光亮。这个黑暗黑夜，这个残身残障，马上被这个非常光明的这样光亮一刺进去，一夹子进去，马上会离开，马上会跑掉的，马上会消除的。但是要自助天助，你有功德力，你有忏悔力，你有精进力，一切都有这样子的修持复持力，一动马上真的力量就产生化解。所以明天是治病哈，啊，你们不要那么好心叫你们啊同这个亲戚朋友没有来的，为了治病跑来，他没做功课，同样是给人家盖了，他没笑回去骂你，那是你的事。好，要真正的这样子的一个功底，要这样子的一个功底。然后我听说昨天稍微这样拜一下，就很多人不能动，是吧？腰酸背痛，不会吧？啊，会吗？像螃蟹走路而已。啊，这一年才这个我这一次运动是不是？有一个专业的医生说过，养生专家，他说
如果稍微动一下就会腰酸背痛的话，好，那就表示它是酸性的体质，就是都是吃肉的，吃这些没有营养的，你的身体没有平衡吸收的，他是这样子讲，好，就是说就是 吃的东西都不是均衡的，你是 算是有病的这种体质的，你才容易淤积，容易淤积的话你就会有这种酸痛，你的血液不循环，种种来讲是这样。想教你们个运动，你们如果今天学了明天准趴着不能来，所以等明天拜完再来，所以如果后天如果有晚会的话，你看那种都拖着身体，你就可以知道那个运动每天如果稍微做一下，百病去除，我自己本身也是这样子慢慢练习来的，百病去除，但是我明天才教，或甚至于今天晚上也可以透露一点。还有呼吸一定要对，身体有健康的人都是呼吸不对，一般人的呼吸啊都是靠这两个鼻子，然后吸进来的氧气就留在这个肺，这是不对的呼吸，这也是会有病的身体才到达肺部。真正的呼吸进来的氧气吸进来是要到达你的下丹田，你的腹部的，你的气越能够往深度去，往长度去放，你整个身体才会充满这样子的一个气势，这样的一个气息。你如果浅浅的，你就只有照顾到浅浅这一段，马上就吐出去了，所以你一定要练习，要进来，我们晚上来练习看看，一步一步来，很快哦。你有什么病痛，你如果呼吸对，你就病痛会减除哦，不一定要像人家每天去跑步啊、马拉松啊，跑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你做的这些活动，你只要这样子做，你马上就会健康起来。我自己真的没有去看医生，我的腰椎骨也就是这样慢慢自己练习起来的，哦，真的就是这样慢慢的练习起来，哦，所以呢，我也希望你们健康。好，我们练习这样子的运动下来，一定会有人活过百岁的，而且几乎每个人练都要百岁的，还有人说不要了，啊，这个人讲不要的，刚刚吓我一跳，啊，对啊，本来就忘记了。我在拜的时候突然从中插队进来，跟上师讲四莲阳，我们什么四莲阳，哦，我法师刚往生写莲阳，还有吓我一跳，然后后面写奇怪，我说什么什么四莲阳，我们那个莲阳啊，在我们台湾的那个莲阳，到最后我就告诉莲蛙，我说去找出事实出来，所以现在出来说是莲康，对不对？与莲仔一起出家的，以前在我们这里的一个莲康，健康的康法师，哦，他刚去世，哇，我吓一跳，以为是我们的莲阳法师，吓我一下，是不是？对，还给我比个姿势，说他是这样子，他们叫他，他怎样？那他们想，早上我们在拜忏，也是他们台湾同步拜忏呐，啊，看我们的这个电脑。他大概现在他听到，他连吓他一跳，他说叫不起来，他也是带着他们法师同门在台湾同步跟着我们的时间在拜，清晨六点开始拜，哎呦，他带领大家的已经往生了，多好，是不是呢？哦，这多好呢，他说走就走，他大概看到那苍蝇很羡慕，哇，正好又是往生的，啊，这个阿弥陀佛，啊，结果就在换了，以后不要这样，没时事时会吓我一跳。像我在台湾也是在做法会，有一个法师也通通砰说美国来的，说那个多米尼加的美师法师往生了。哎呦，刚刚往生，请上师接，我就开始美师法师要接他，接引他，对不对？啊，因为以前就听说他有病了，也老了，我，哦，就很自然哦。OK， 那结果超度完了以后。接他的灵魂，怎么感觉到找不到他跑哪里去了？哇，是难道马上下三恶道了吗？有时候如果说灵界还没有去上下的时候，你会找得到，除非是大善大恶。哇，找不到，啊，他找不到，他灵魂在哪里？
他说刚往生了、啊、那么快吗？哇，难道下金刚地狱了吗？下地狱，哎呀，那时候我就很急，那地狱里不好找啊，那各方面不好找，哇，那一次就很辛苦很辛苦。结果出来以后，他们哦就找到说还没有死了，上次弄错了，那枉我，哎呀，这些人，哎呀，都是同一个人啊，不要那么紧张嘛，吓死人了，哎呀。啊！上次经你一超度，他又复活了。好，那我们大家休息一下。那有多少人还没有？哦，蛋糕。OK， 我们今天是阿弥陀佛的圣诞，所以我们很诚心的恭贺阿弥陀佛的圣诞。啊，好，恭贺阿弥陀佛圣诞妙乐。啊，阿弥陀佛的圣诞，今天是12月29，2012年。就这么巧合、哦、我们今年拜的忏正好遇到阿弥陀佛为寿星，虔诚的恭请阿弥陀佛下降坦诚。由前面的这一根蜡烛点起的火，我们一请他就显现，他的脚就是踏在这一个蜡烛上，这个蛋糕，因为很高，不是很小，整个都到天际，全身就是手下垂，左手就是放着莲台、莲花各色的，手下垂迎接，啊，这个形状现在是这样子，红色的这个衣服啊，天衣啊，这样子的百宝光明。那这个蜡烛光小小，但是就代表它全部的光明，无量光出来，提醒它下降，感谢感恩。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由您的愿力，有您的化身，所以娑婆世界才有我们的皈依，我们的向佛，祈请阿弥陀佛佛光铸造，无量的光明加持引领，让我们在娑婆能够以您为主，光明铸造之下能够产生力量、信心、智慧，祈请阿弥陀佛大力加持我等，今世迅速清醒自在，行愿成就，阳寿落尽，临命终时，皆能迅速善终往生。请加持我等资粮具足往生净土，加持我等把阿弥陀佛48大愿、菩萨、娑婆、人人成佛。恭贺阿弥陀佛圣诞妙乐。好，我们一起唱诵、哦、这个阿弥陀佛祝贺他的生日歌，一遍英文一遍中文，我们先唱英文，一二三唱。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刚刚我们的起音没有很整齐，所以我们再重唱英文。Happy birthday to you， 我们要起个音啊。
然后呢，因为英文比较能够唱到，是为谁唱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Amitabha, Happy birthday to you。Amitabha 就是阿弥陀佛，英文。好，我们一起把它整合 Amitabha。OK， 一二三，唱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许愿，那个 wish 许愿，跟阿弥陀佛许愿，真诚的心愿。好，供养。观想蛋糕变化，受供根本上师，受心阿弥陀佛，诸佛诸菩萨，一切金刚空行龙天护法，一切护法神众，家里坦诚诸佛诸尊，护法神众，还有众生六道，观想自己今天为其拜忏，报名众等，一起想来，一起供养。供养祭祭咒，须弥四周并日月，化诸珍宝供养佛，种种增集诸功德，消业速速证菩提。唵萨瓦达他嘎达依达木咕噜那那面扎拉卡尼利耶达耶密。好，我们刚刚也许才求一个愿，有的人阿弥陀佛很慈悲。他说：“是给大家三个愿望，所以你们等一下哈，蛋糕吃的时候跟他祈愿，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跟他祈愿，好，唵嘛呢叭咪吽。”南无阿弥陀佛。赶快来！老师，等一下，精英佛跟民间学校接受灌顶啊！还有谁没有接受灌顶？请赶快来哈！南无阿弥陀佛。喂喂 ，testing OK 好。啊，刚刚这最后哈，他喊等一下哈，精英深重跟紫莲民间学校，其实刚刚哈，我在想也是他们的一个反应。刚刚在请你们带来观想的时候，就是说在灌顶的时候，你们少观想了你们的报名的这些阴间的，刚刚就很多这个你们的灵界的，因为你们没想到他们排在后面，他们就没有钱来接受。所以如果你们有报名阴间的，也要同时观想他，你们家里的土地公的，你们的祖先的，甚至你们禅师您，你们想好然后就是他们的事了，他们来不来是他们，但是你们要把他想起来，我们要接受什么灌顶的，你们要想他，我的祖先，我的谁，王亲，我的谁，土地公谁来，哦，像他们，这就是有差了，哦，就是有差。好，刚刚既然讲了哈，既然讲开来了，但很多人就说没有想到，真的没有想到。那没有想到呢？我现在在帮他们灌顶的时候，你们现在同时想，我这样子观想，
好不好？不然不没有时间再重来一次。昨天也是一样，少了两个啊。大家可以跪下来，很诚心的观想。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感谢上师，感恩上师，我们现在恭送上师。